自南方都市报播报，印度一名商人库哈德花费大约$4000定制了一个黄金口罩，以防止感染新冠病毒。印媒称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口罩。据《新印度快报》7月5号报道，库哈德定制的黄金口罩重达55克，工匠们在10天内制作完成。库哈德告诉法新社，这是一个很薄的口罩，表面有细小的孔，让它能够呼吸。他表示，我不确定它是否能有效保护我免于感染新冠病毒，但我还正在采取其他预防措施。此前，他看到有媒体报道，一名男子戴着一款银质口罩时，便萌生了戴黄金口罩的念头。库哈德称，他外出时喜欢佩戴重达1公斤的黄金饰品，包括在右手每个手指都戴戒指，以及佩戴手镯和项链。